1.365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满得恩典、智慧、能力，在神的爱中享受神的同在。这段时间和弟兄姊妹分享说， QT 是一个每天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，我们预备一个好的环境，那个环境是我生命的内室，在那个地方不受干扰，在那个地方我可以单独与神面对面，好像至圣所一样，是我们与神约会的地方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每一天不要失约。你知道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每一天都渴望与你面对面，他很愿意与我们面对面，他很愿意向我们的心说话，但是我们不要做那个总是失约的人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每一天守约，在与他亲近当中享受神荣耀的同在。怎么样可以在每一天这段安静 QT 的时间里面，真实的不只是我读了很多的圣经，而在这个读经当中，我听见主透过这一段圣经有在向我说话。你知道这一段圣经常常是很客观的一些真理，但是主向我说话却是我主观的经历。这一段经文读给他听，读给他听，大家都一样，因为不会因为读给我听的时候字突然变了，没有。但是这一段经文对你而言，对他而言，对他而言，对我而言，神可能透过这段圣经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、不同的情况之下，主透过这段经文向我说一段很特别，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。这是多荣耀的一个恩典啊！但是要能够聆听神的声音，环境都预备好之后，不是因为环境所以我们听得见神声音，环境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场，不管是我的心境或者是外面的环境。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我要有一个渴慕的心，我要有一个渴慕的心，说我要听见你向我说话。好像启示录里面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，都应当听。那个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我相信我的主是向我们说话的，但是你听不听得见的前提是我打不打算听，我想不想听。如果我根本不想听，他说再多我也听不见。我高中的时候书念得很不好，其实啊，我的数学一塌糊涂，糟糕的一塌糊涂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是因为我曾经有一件很不好的经验，那件很不好的经验是我小的时候生病，所以常常请假，等到我回去上课的时候就跟不上。那跟不上呢，我就不想念。有的人是那种跟不上我就拼命追上去，我是那种跟不上我就放弃了，就不想读，不想读。可是我每天还是坐在教室里面，老师一样上课，老师在常常不断的说，不断的说，不断的说。我有些同学他们的数学就很好，他一直跟得上，可是同样坐在那个教室里面，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去，我的耳朵已经关起来了，因为我就根本没打算要把数学念好，我就觉得我大概数学就是很烂的，我这本数学就是很烂的。当我从来不打算好好的去听课的时候，老师讲的再好对我而言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我的耳朵是关起来的。如果你渴望每一天听得见神向你的心说话，你里面要有一个渴慕，说主啊，我真的要，然后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照着你的信心主给你成全，照着你里面的渴慕，求就必得着。这是主耶稣应许的，主说你求，你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渴求，主就让你得着。照着你的信心说，我相信主一定听我的祷告，主一定会向我说话，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每一天真实的经验主向你的心说话。我再说，主一定向你的心说话，因为他愿意向我们的心说话。但是你里面有没有一个渴求呢？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求就必得着。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照着你的信心，你相信主今天会向你的心说话，照着你的信心，主为你成全。
祷告来到你跟前，我要寻求你，我要站在破口之中，在那里我寻求你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烈火归向你。主，我软弱，但你刚强，你是我的力量。用你倾斜的手引导我，那就是我的得胜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摇动你的手，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烈火归向你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